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小品游戏哈。最近的老头呢，就是在 Steam 上买了很多很多小品游戏，以及老头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游戏啊。大过年的这个 Steam 又大特价了，老头呢手指点一点，挥一挥，不小心又花了个3000多块买了一堆游戏来玩呐、啊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这就是其中一款。叫做 Run Zombie Food， 就意思是说跑吧僵尸的食物。那我有看过网络上有人在玩这款游戏，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所以说就稍微来试玩一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！来开始吧！啊，希望大家会认同这款游戏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玩啦、啊，不知道大家如何啊？那这个一开始呢，就没有什么背景音乐，就大概图文解说这样子啊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菜逼巴样的一个小男生啊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个我看过人家玩啊，看久了之后，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人物啊，有点类似在模仿那个美剧《阴尸路》的角色啊。你看这一个角色，他看起来有没有像那个《阴尸路》里面的那个格伦？我觉得是蛮像的啦。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个怎么玩哈。左键，滑鼠点击左键移动嘛。靠近之后会自动捡取这些道具，然后会优先捡取更高级别的。所以说，选择武器的选择，这个是我们没办法选的，他会自己捡，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。然后捡了武器啊，会优先捡取更高级的。本来是拿棒子，现在拿斧头。一个妹子需要帮助，靠近自动加入队伍，成为小伙伴，太棒了！哦耶！哇，这个妹子好正哦，让她拿一下我们的棒棒，水哦！这是一个类似像是收集伙伴的一个游戏啊，然后呢，用这些伙伴来打僵尸啊，所以说这个游戏站位非常的重要啊。你们要开始攻击了？啊，怎么知道妹子在打啊？奇怪。靠近僵尸，松开滑鼠自动攻击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不松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强制移动这样子。哦，按住滑鼠强制移动。好的。好，靠近医药包自动捡取，任何小伙伴都可以。哇，补血了，补血了。我们把他打死，我们把他拉死。哇，敲死你！这款小品游戏其实还蛮杀时间的啊。据说越后面越难哦，而且。不止这些小僵尸啊，还有 BOSS 之类的啊。哦，拥有这些远程武器和子弹时，切换右键可以用远程。哦，有。可是为什么就只有他拿？就只有他拿而已。我快死了。我觉得还是近战比较好哎。这个游戏还蛮吃站位的，你位置没站好，很容易死掉啊。特殊角色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特殊能力。我像是这个护士，就是可以帮忙补血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拿棒子的警官应该是攻击力极高。哦，看一下啊，打看看，敲死你，敲死你！哦，这个警卫攻击力这么高哦。进入室内可以收刮到更多的资源。我又升级了，升级了，这角色还会升级耶，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。敲死他们！敲死他们！夜晚僵尸会变得更强大，夜晚尽量不要外出。好的，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感觉就很多物资的感觉。哇，室内还有僵尸。我们这个站位要站好啊，没站好，没有站好，很容易就变成是单枪匹马的感觉啊。哦，那我站位没站好，就是一个人在敲而已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游戏。如果你要打得够效率啊，打得够威，我觉得站位真的很重要。哦，你看，这上面这张图片，这个不用想，巨胖嘛 ，Steam 的老板啊，打折大哥。我们拿到这是谁？哇，这戴眼镜的肥宅，他拿木刀欸，有什么特殊能力啊？这些角色他都不会讲说他特殊能力是什么欸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！哦，这边有显示啊，技能，士兵的话是会提供子弹，
厨师提供食物，然后像这是医生提供补血啊，我这只是谁啊？这感觉跟我长得好像啊，三种都会提供哎、欸，所以说能遇到这四只尽量就捡啊。然后右边的话显示 boss， 哇靠，这些 boss 血量那么多，打个毛啊，太夸张了吧？啊，这边也有直接用图文解说，它完全没有文字，它就是图片给你看。啊，这边还有分武器种类，加五、加六、加七、加八，哇，加二十是一把剑啊。猫咪是干嘛 ？DPS 60，我靠，这特殊武器哦，那猫咪就有60伤害哦。最强的是这一把120。啊，然后这边等级一到等级四的一个那个，这些所有角色啦，等级一到等级四的能力值都是固定的啊。然后这看起来像是馆长的，像是馆长的壮汉呢。等级一到等级四区别性更大，攻击更高啊。然后这边是特殊角色，虽然不知道怎么使用，反而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可是他们走路好慢哦，想说难道不能走路快一点吗？好吧，拿一下补血的，好，拿一下食物，好。哦，这边一堆僵尸，敲爆他，敲死他，敲死他，敲死他！啊，我们才是王道，僵尸算什么？好不好？我们要组成人类大军，把僵尸大军整个推翻掉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意志，人类的意志。啊，走路真的很慢嘞，有没有什么快速键可以走快一点之类的、啊？感觉好像没有。砍！给我砍死他们！好爽啊！有斧头跟铲子。哦，他们自动会换。哦，好像斧头攻击比较高哎、欸，铲子被替换下来了。OK， 我们东西又拿完，我们就可以走了哈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好像只需要一根滑鼠就可以玩了，不是一根，一只滑鼠就能玩了，非常的轻松便民，打发时间的好游戏。啊，这实体上面有在卖啊，我就是实体上面买的、啊，刚刚也讲过了。价格差不多几百块台币吧，也没多少，很便宜啊。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买一下。每周都会出现一只 BOSS， 所以说现在第二天，所以说每为期七天一只 BOSS， 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结束了，下一关，这只是教学模式。那我们这些角色会不会带？哎、欸，会耶，才刚讲而已。有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剪，选择你们觉得 OK 的武器，我们上吧，打。打！啊，要白天了，他们被削弱了。哎、欸，肥仔不要死，肥仔不要死，撑住啊，肥仔！我们现在整体的等级，整体的队伍等级二啊、欸。我们等一下去救那个人。哎、欸，不要分散，太危险了！集中攻击！完了，我们这边有人要死了！哎、欸，我们捡到一个女人。来，我们先走位走远一点好了，感觉会要死掉了。我们让那个新进来的弟兄，哎、欸，他自己拿棒棒了、哦，好，自己拿就算了。我想说他没有武器，靠！哇，这个站位很重要哎、欸，你看像是我们右边血比较多嘛，我们就从右边进攻，啊，我们往血多的地方去靠啊，比较不会有危险啊。你看像我们这上面这个血比较多的，让他来挡一下伤害，我的敌人超多的，打不完。哇，我们有人要死了！撑住！完了！先找地方躲起来。啊，这边敌人太多啦！哎、欸，有人可以救了，先救人！ 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太多人啦！啊，快跑啊！有没有房子啊？哎、欸，有拖把哎、欸，拿拖把打人，打僵尸也是可以啊！哎、欸，下面有一个，人越多越好，人越多越好，啊，永远不嫌少啊！哎、欸，这边有室内，太棒了！我们先进去，为什么进不去啊？哦，可以了，先进来搜刮物资啊！来，这边右边有子弹。哎、欸，换、啊、枪的话，就只有我拿枪。哎、欸，没有警长也拿枪哦。哎、欸，不错哦。但是我们这个子弹有限，我们还是省着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到时候会有 BOSS 嘛，我们可以留这些子弹来打 BOSS 啊。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啊，不然子弹用完了蛮尴尬的。哦，我看到右边有人，去救他。哦，现在是晚上待在屋内，到早上再出去好了，比较安全。来，这边又一个人可以救。哦，
晚上喽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十个人了。哎，在室内的话，这些僵尸会不会狂暴啊？我看一下，哦，那左边有僵尸嘛？看一下。哎，会耶，依旧会狂暴哎，但是也不敌我们，被虐爆了，直接被虐爆了。哇，敲死他们，非常好。哦，又是巨胖，又是巨胖。橘胖看起来好讨人厌哦，可恶，都是他，什么打折？哎，怎么一个落单的？哦，一个打折哦，搞到我都花了一堆钱，是不是？都忍不住想要买啊，超级忍不住啊！哎，我们的护士，撑住！来！哎，这个队伍为什么会那么乱啊？可以集中一点打吗？没错，集中一点打，打！好，我们先走。他这个好像没有任务的一个条件哎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打爆几只僵尸，然后就可以怎样之类的，貌似目前没有，一路打到底这样子吗？还好左边有小地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周遭。那这边可以往左边跟往上，哎，不要分散，尽量集中一点啊！还要稍微围控他们才有办法做伤害啊，不然一个分散还蛮危险的，我觉得。快打这里，打这里，先打左边。哎，对，这就对了，先打左边啊，就到人了，快点拿一下。哎，有了，完了，我们的那个格伦快死了。哎呦，撑住，不要有人伤亡啊！重点，我们不要往这边走好了，感觉很危险。哇，越多啦！清下面，不要乱打，危险！快跑！这边哪边有房子啊？下面，那边有一栋屋子，去看一下。打啦！送啊！哦，又一个人可以救了，太棒了！这是第十二位，左上角有显示人数啊！哦，好爽！哎，要晚上了，进去！来，先清掉这边。哇，晚上啊，僵尸狂暴了，刚刚表情全变了，有没有？哦。快捡！打！你以为只有你们僵尸可以僵尸群吗？啊，我们人类也可以人类群啊，人群，吓死你们！哎呦，上啊！等级三，最高等级四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看那图案，最高等级四嘛。那要如何才可以转职啊？就是那种一颗星的那一种。没关系，这以后我们就知道了。哇，我们人好多，哦，嘿嘿嘿，耶，出去了，白天了。哦，右边也有房子，太棒了。哇，在两天就要 BOSS 战了，欸，我们要趁 BOSS 战之前。赶快囤一下我们的物资跟我们的战力啊！先把外面这些僵尸清一下。哎，有菜刀，捡！啊，我们有人拿菜刀了，又有人可以救了，第十三位，打！妹子，救妹子！打啦！打！哇，好强哦！打这里啊！哎，你们这两个在那边啊，走这里一起进去。哦，这样子可以把人拉回来。我觉得有一些角色反而不受控，哎，在那边乱敲。我想说，你们集中打一点不行吗？一定要这样子分散打，分散打的话，这样子就没有集中力
啊，很容易落单，要落单的人最容易挂掉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不好操控啊。摇，哇，我们这边有人快死了。Oh my god， 撑住！啊，我们有人挂掉了，我要变僵尸了。哇，立马变僵尸，超快的。等下那个格伦该不会是我们之前早期的格伦？哎，我们猫咪枪哎，开枪一下好了，射！哦哦哦哦哦，好强哦！我们子弹700、740 ，OK 啦，740可以啊。开枪！哦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！ 哦，开枪就是爽哎。啊，这边有子弹，开枪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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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全程拿子弹，全程拿枪开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哦。因为照理来讲，我们现在747发子弹，啊，应该是不至于一下就耗完了吧？而且我们的人数有枪的大概也没几位啊。哦耶，好爽啊！一堆落将，往上走，往上走。哦，我以为这里是出去耶，开枪！哎、欸、啊，这里就过不去是为什么？这边的僵尸没办法对付吗？哎、欸，那些人快过来，拉不开哎、欸，这可是不是要用那个去控制一些什么开门的乐键，还是什么开门的开关，才办法打开门啊？嗯，哇，没路可走。往左边走看看，我们刚刚没有去左边嘛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已经白天了，已经白天了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出去好了。这里没什么东西可以看了，这里就警察局啊！你看那么大一间警察局，然后要被关在里面的全部都是犯人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呜、哦，又出来了一堆人，快跑哦！打，打，打！怎么延迟啦？哦，好多了，刚超那个。打，有打，开枪，交给你们了，护士姐姐撑住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有人，有人，救救救救救！射死他们，射死他们！有人，有人，救几个人了？哎、欸，平底锅、欸，哎。史上最强平底锅，15人了，开枪，开枪，解决他们，解决他们，能开枪就开枪，哇，我们护士姐姐要死了，我们护士姐姐要死了，哇，我们有人死掉了 ，Oh no， 一个不小心。护士姐姐跑在前面，不能回血啊！护士姐姐，别这样啊！护士姐姐，护士姐姐，不要抢风头啊！护士姐姐，开枪，开枪！哇，有人要死了，有人要死了！等级3的家伙挂了，拿了武器，完了，晚上了！哇 ，Oh my god， 要灭了吗？感觉要灭了哦！有没有地方可以？居所一下，我们被困在这里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僵尸狂暴，快跑，快跑 ，run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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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子弹快用完了，物资耗尽，没关系，一堆人可以救。然后我看到房子下面，冲啊，快逃离这里，太危险了，啊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居然门封起来了，太大意啦！人家半夜居然在外面，好危险啊！哦，有菜刀哎、欸，捡一下菜刀，还有哪里可以躲啊？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哦耶！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这里啊！啊，右边！哎，结果 ，BOSS 在外面。哦，先捡一下东西。哇 ，BOSS 出来了。BOSS 会不会冲进来？应该不会吧。我们先准备一下，备妥一下我们的战力，好不好？
啊，背头完之后，我们准备出去打 BOSS 了。来来来来，好，杀了他。来来来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搜刮完毕，去战 BOSS。我们现在20个人了，第七天吧，每一周一只 BOSS 嘛，对不对？了解。好，我们的护士姐姐也快死了，那回血回超慢的。姐姐，左边、右边啊，这边一罐补血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不可以？你们可不可以振作一点啊？你们全部卡在这里，我哪受得了啊？振作一点好不好？杀啦杀啦，斩！吃补血咯。他这个补血应该是补所有人吧？那只补一个人感觉太坑了。我觉得应该是要补所有人，就是不管怎样你吃的，就是所有人一起补血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右边。右边，哎，有菜刀，不错。打打打打，通通我们都拿走，太棒了！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来吧，单挑啊！直接冲出去了，哪里 ？BOSS 呢？嗯？哇，在上面 ！Oh my god！ 这个要打赖跑啊，我觉得要打赖跑。这个不打赖跑不行啊！Oh my gosh！ 因为半夜还晚上了，不是吧？你晚上你会不会狂暴啊？完了，要晚上了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快点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哇，十一堆人，十一堆人，撑住！哦，全部变僵尸啊！哦耶！哇哇哇哇哇，全死了！打啦，打啦！早知道放风筝了啊！哦，啊，完了，狙了！小伙伴全死光了，哈哈哈哈，哇，重新开始哎、欸，好啦，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，只是刚刚如果放风筝的话是会赢啊，只是刚刚怎么讲啊，想说拼一搏看看，没想到攻击这么高啊，太大意了啊，也不知道打赢会怎样啦。反正呢，这是一款不错的一个小品游戏，个人觉得蛮赞的，重点是它还有简体中文啊，如果你们喜欢呢，可以去实体上面买来玩。好吧，那么今天试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六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小游戏试玩再见啦，拜拜。